准备好了。哎，我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他们给假人吓我一跳。行，咱先开始了，直接就可以操作了。是在一个牢房里面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声音呢？是没有声音了。有点卡。可以跑，不能跳。shoot， 不知道 shoot 什么意思。shoot 开枪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但我们现在没有枪啊。哦，好像能听到声音。地上有个灯。这是一个变压器。变电器，变电房，供电啊，供电了。什么声音？操！很昏暗啊！我看到枪了，各位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咱从哪去拿？没鬼啊，他只是画了一个鬼啊，是这个东西吧 ？OK， 行，这应该是开刚才那个牢门的，牢门里面有把枪，拿了枪之后，然后用枪踹了个门，挺细致啊。哦，这是咱手啊！我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找个亮点的地方。木乃伊啊，咋控制一个木乃伊啊？你看这个手，裹得严严实实的。行吧，shoot他，应该是这边，对，就这个shoot他。能换弹吗？有枪了还叫恐怖游戏吗？但是我看这个阴暗的环境啊。哦，感觉都是牢门啊，只不过这个路太窄了吧，这个道也太窄了吧，就仅能过去一个人。Holy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只是灯泡爆了罢了，电压过载，灯泡爆了，一个日常的电路小问题罢了。这不是还有一个灯吗？左边一条路，往正前方走。都是这个锁链吊人用的吧？不知道。全都关着的。各位看，你看这个物理引擎啊，它这个参数设置的还真实啊。你看我能玩一年。随重力摇曳，看起来就是。我这样上去掉一会儿去，荡秋千了是不是？不行，这里太黑了。操！拿枪，我看啊，这是刚才过来的路，然后走到前面这边没路，这边就是黑色的，所以到这肯定要是触发什么东西的，但是没什么东西可。哦，这条路，这条路可以打开。开门没有触发键啊，直接顶开就行了，和那个指甲一二也是一样的。
指甲仪都是这样的，这个就很有感觉了。没有，看到没有，各位？膀胱一扫，从我膀胱穿过去了。是有个人吧，从我胯下穿过去了，捋着我的尿道一闪而过。不行，别，走，这边。Oh my god！ 什么声音？哦，是那个什么空调啪啪的声音，冷却的声音。我终于搞清声音来源就行了，就不害怕了。哎，没什么可害怕的，咱是老司机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呀，哎，哦，枪头灯啊！行了，有枪头灯就相当当于。死人假人假人假人，我操！他应该不会，他是一个衣服架子撑着一个面具，所以不可能突然活的，放心吧，这点可以相信我。换弹呀！换蛋癌啊，打一发换一枪，换一家。哎，总感觉膀胱有问题啊。啥也没有。不是后边，是前面，左前方就是下面。哎，卡了，卡了，卡了 ！Oh no！ 好好好，我总感觉身边什么动静是。别着急啊，深入虎穴啊！刚才声音就自动保存了。哎，回头录完之后我得看看啊。狗去，跑起来是把枪端起来的，所以咱就看不到前方了，咱只能这样慢慢走。This way， 这条路，还这种绿色的，我信他不过。OK，shoot， 有事没事打两枪。哎，双层门啊，是起的这一次。听到没有？一个喘息声，很粗，很粗犷，不免让咱有点小小的兴奋啊！不管它是好的坏的，极具阳刚魅力。这就是一个小房间啊，钥匙，
只不过是血肉之躯啊，看不到。没关系，只要遇到声音，只要听到声音，可怕声音靠近的话，直接清空弹夹就行了。美式聚合嘛，没什么可怵的，它又不是超自然体，它又不是超自然体的存在，是不是？我一直打不开这道门，这边也没路，拿到一把钥匙，钥匙肯定是打开前面某一道门的，往正前方走看看啊。能蹲吗 ？C 不能蹲 ，Ctrl 不能蹲。这里不是需要钥匙的，是不是得需要？我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往前走，上面往右方向还有一条路。水给淹了，地下室了。回不去了，空气墙。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钥匙就是用在这儿了。当然不是用在这儿了。哦，用在这个牢门的。油桶啊，你要成精啊，里面有人吗？管他有没有人。哦，抵御恐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清空弹夹。哦，咚咚咚咚咚咚。即便有个死变态在里面也死了，死透了。我只要检查尸体就行了，对不对，各位？还有没有成精的？没有了。但是他让我进来干嘛呢？啥也没有。打开这个门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刚才我非正常操作导致卡 bug 了？按理说这个应该成型蹦出来一个人，结果咱们清空弹夹了，给他来了一套美式聚合，卡 bug 了，不能吧？不能，没有触发，再往这走，哎，我他妈怎么感觉就是膀胱啊，总有个什么东西肉乎乎的东西。当你注意到他的时候已经不在了，转瞬即逝那种。刚才在这拿了钥匙啊，哎，看到没有，各位，还在这撅着个腚呢。这个门是刚才是开不了的了，他让我走这条路，我听他的吧。
fuck， 哎呀，是穿模了吧？可能是穿模了。你他妈给我出来啊！一个劲儿扫我，一个劲儿扫我膀胱。一扇很突兀的门啊，刚才就从那在那边啊，直接从那绕过来了，那肯定就是这道门了。真相就在这儿，这是啥？等一下，我先开开，准备好。哎，不中，中，中！怎么给假人吓我一跳？没有，不知道是开什么门的，先开了再说。这红色的应急灯，这应急灯从哪照过来的？看见吗？只能看到灯光，看不到灯。行了，他肯定是开了这个，开了这个门啊，果然是开这个门啊。子弹，好中，中中中，怎么还他妈？不是狙警杀，干死！哦哦，是是是是，接着打接着打，没关系，这次稳住啊，没关系啊，且战且退。两夹子枪，两夹子子弹全都当个补枪，再送你一夹子。行，可以保证他不会再复活了。是这条路啊，是往里面走。他是从这里面过来的，别接别接，定位他的目标，定位他的方位，反正无限子弹。哎哎，怎么回事？后面还有一个，所以这回得讲策略了，小心他迂回包抄，
先退，先退，先退。你看看，它一旦出现，它会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果然，一碰就死。这个满身是啥玩意儿？满身长了那个，都是疮啊，而且是点阵排列那种，很规整，很密集，看着很爽那种。别着急啊，首先他会从前面出来，然后给紧接着后面还会跟过来一个，所以说我要在这清弹夹吧，有可能清不死他。如果我要推到这边的清弹夹吧，有可能清不完弹夹他就跟上来了，所以说还要是手速要快，一定要快，抠力一定要快啊！来吧，不往回躲，哦抖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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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夹子，死了一个，好，往前走，后面一个跟过来了。也不给他们准信，的确是。后面还一个，还有个小的，还有个小的，三个，不怕了。知己知彼，反正嗓子都好哑了。知道他有三个了就好办了，然后我清，先在这清，我操，撞他怀里面去了。这货你别看攻击力强，一碰即死，但是行动慢，主要是利用他行动缓慢这一点，这才找到。哦，两梭子，两梭子，两梭子。后面什么东西顶着我了吗？这退可能退不开，死了，好，往前往前走，注意后面一位，保证他在屏幕中间就行了。卡在一个夹角了，啊，我这不行，过不去。吓死你爷爷我了，干死了。这个袁敏刚才操作过了，就打开外边门的，但是咱把他干死之后又能怎么样呢？然后去哪儿？
藏在那个柜子后面，第一个，说明那个柜子有什么东西要出发呢？没有。这个会跑，别大意了，各位，不要大意，谨慎行事。啊，又够了，这不是之前那个钥匙吗？不会又重组打了吧？门呢？门从这出去。不是这个门对不对？是最外面的门。就这个门。打开这个门，然后啥也没有。这个桌面上确的确啥也没有。然后让我再出去。各位听到了啪啪啪啪的声音，是这个游戏声音还是我的环境音啊？应该是开这个，是操作这个，没明确的指示。这个好像挺牛的，但是它的移动速度太慢了。谁他妈直接接过去？迈克尔姐，来个太空舞步吧！啊！怎么说呢，这个游戏它这个操作手持枪那个动感很真实，包括后坐力瞄不准，但是它那个后坐力也太强了。另外这个画质也行，就是太短小了，最后太逗逼了。感谢各位收看，咱们下回再见。